要出现了，要出现了！哇哟 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在游戏开始之前呢，我要先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我要先来打脸一些脑粉的观众啊！我们先不多说，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。我是如来佛祖、玉皇大帝、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跳拜时的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、齐天大圣孙悟空啊，帅到掉渣啊！然后三度是谁？你们不说我抄袭三度，我还不知道是谁耶。结果搜寻一看才知道是频道主。哎，啊，你猜怎么了？啊，这不就是典型的制造频道主与频道主之间的对立吗？是谁搞出来的？啊，不就是你们这群老粉观众？拜托，不要让我对这个三度的印象变差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当然啦，这完全跟三度没有关系啊，是三度那边的观众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有脑袋的人都知道这台词是谁想的。啊，有应该是说有脑袋的人都知道这是谁的台词，好不好？我有说是我的吗？没有吧？拜托你们，照你们这样说是抄袭，那三度也抄啊，抄张卫健的啊，对不对？抄张卫健的那个剧组的台词啊，对不对？拜托，别闹了好不好？抄啊，抄什么抄？我抄你老爸的杨桃枝啊！抄，脑袋瓜是拿来思考的，不是拿来装死，好不好？装死是大肠的工作。啊，如果你要这样也是可以啦，只是会很臭，好不好？你们脑袋就做好脑袋的工作嘛，不要那边跟大肠抢，好不好？大肠就已经有他一份内工作要做了，哦，你还在那边跟人家抢，啊，你自己脑袋不运作去跟人家抢大肠的工作干嘛？是怎样脑袋胜任不起是不是？啊，还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脑袋停止运作了，好不好？多思考一点，好吗？搞清楚状况，不要在那边秀下限啊！莫名其妙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普罗米修斯呢？这次终于改版更新了哈。那这次改版更新呢，多了一些不错的一些新的恐龙，而且呢，我觉得他这次改版其实还蛮屌的啊！沉寂一个礼拜多的时间啊，终于浮出台面来了啊！我来带各位稍微瞧一下，来来来啊！这次呢，普罗米修斯呢？更新了啊，多了一个叫做魔风罐的一个道具。那这魔风罐呢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把它打开。好，我们现在这边讲一下，魔风罐呢是召唤里面各个的这个地区的领主哦。那它这个领主大概还有有分沙漠领主，还有什么领主？我看一下，沙漠领主啊，荒漠领主、草原领主、地狱领主、山脉领主、海洋领主、天空领主。这些领主呢，只能被这个普罗米的这个啊，这个怎么念啊 ？L R I S 啊 ，Iris 的样子是念爱丽丝吗？应该也不是吧。啊，他只能被这个给杀死，而且杀死之后呢，有 80% 的几率掉落精华。啊，如果你召唤他呢，召唤他呢，在1800秒内没有把他给杀死的话呢，啊，他就会消失。啊，目前只能用它来杀，用我们这只啊，杂虾嘟嘟霸王龙啊，来杀死我们的这些各区域的领主。那杀死这些领主获得精华，到底是能干嘛呢？啊，来，听我娓娓道来哈。这个呢，精华获得了之后呢，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杂虾嘟嘟霸王龙呢，得到界限突破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它上面怎么说。哦，抱歉，有点忘了。啊，界限突破呢，可以让部分的生物啊有突破性的发展，变得更加强大。但是呢，目前为止，只有我们的杂虾嘟嘟霸王龙可以被界限突破，其他的目前没有办法。啊，官方是说呢，之后有可能，不是有可能，是之后会慢慢把它加进来。到时候我们的穷奇可能也可以界限突破。那界限突破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？老头今天就带你们一探究竟，好吧？我们先去我们的魔风罐里面啊，召唤一下我们要的东西，我们再一一的把他们击败，获得精华。获得精华之后呢，我们看到底要怎么界限突破哈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那老头委托了哥们啊，获得了所有的心脏。那这次更新呢，也多了三颗心脏哦。哦，抱歉，吓我一跳，原来是手机。啊，三颗心脏分别是哈尔比尔心脏、穷奇心脏，还有这个雨暴龙的心，雨暴龙心脏早就有了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啊，还有一个什么心脏我忘记了，反正三只 BOSS 的心脏现在都可以打得到了，而且，都是要拿来制作这个界限突破用的道具。
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啰嗦，好，我们来把它制作出来啊，我们所有我们全部都各做一个好了，好吧，咱们都来各做一个啊，我们来慢慢的挑。哎、欸，不对吧？他直接在这里召唤了、哦，大哥不要啊！等一下，哦，你直接在这里召唤也太扯了吧？啊，他不是道具啊！啊，危险危险，要出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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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我们的金刚可以的，哇，这个血量要出现了要出现了，哇哟！好啦，哦，刚刚那个实在太扯了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居然是直接召唤，哦，吓死我的毛了！刚刚一整个世界大灾难啊，而且我发觉啊，召唤出来，哦，都没有人打得赢，哦，原因是因为他只能被这个杂虾霸王龙给击杀啊，所以说其他的恐龙你攻击再高再强，完全都做不了伤害啊。第一只好了，第一只是什么领主啊？我看一下啊，有点忘记了。第一只是荒漠领主吧，好，就决定是你了，来，开始开始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开始哦，呜，我们站远一点，我们站远一点，看一下他的全貌，哦，这么远应该可以看到全貌了，噔噔。来咯，要上咯，哎呦，刚闪了一下，闪电吗？哇哇，这荒漠领主，这种 BGM， 等一下，这个也太好笑了吧！噔噔噔，这个噔噔噔，这个噔噔，多少血啊 ？OK 啦，有。哇、哦！咬我十万，杀了你！想杀我门都没有！我要获得你的精华，我要突破界限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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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耶啊！噔噔噔噔，还好打得赢，打得赢！哎呦，开始逃跑了！哦。吉贝龙是吧？还行还行，杀得了杀得了，撑着撑着撑着，右键解决你！哇！哦，打赢了！我看一下有没有掉精华、啊。来了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掉精华。没有哎、欸，哇！80% 掉精华几率这么的低哦，然后这些都是一些传奇装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应该是草原领主吧 ？Open， 草原领主长这个样子，甜甜圈你，哎、欸，这个太屌了吧！哇，这几颗珠珠，二四六八九九龙珠，呀、yeah!！哎呦哎呦哎呀！哎呦哎哎呦哎呀！啊哈哈哈！啊！哎、欸，我的血量跳超快了，刚刚攻击速度超屌的、啊。Oh my god！ 可恶可恶可恶！我要比他快，不然我血量会掉光光。伤害你！右键打比较快啊！哎、欸，他不动了、欸，他不动了、欸，为什么？干嘛、啊、跑嘞？有本事别跑！跑！哇，我跳过头了。哎、欸，都回来！哎、欸，还在回血啊，这样不优啊！哎、欸，我说你可以跑吗？你还回血？哎、欸，完全不想跟我作战，可恶！这狠劲都到哪里去了？卖照！哎、欸，他这样完全都不攻击耶、欸！他怕了，他怕了，他怕了，他怕了！
哇！我又开始攻击我，又开始攻击我了，笑死！世界大战啊！耶啊！打赢了！哎、欸，我卡住了。你们掉包包啊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啊，包包嘞？好吧，这只没有包包。好，我们持续召唤。哇 ！Holy shit！ 地狱领主居然长这副德性，太屌了吧！还没有显示血量，杀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这家伙不能被伤害啊！这家伙根本打不死啊！这是 bug 吧 ？No！ 哎、欸，他也不能移动啊、欸，他是被卡住了。哎、欸，这只不能被伤害啊！这只拿来装逼用的、哦。我觉得这是游戏的 bug 哦，还没有修复哦。啊，有了有了，移动了移动了，别跑啊，过来！呀、yeah! ，杀了你！哇哇哇哇哇哇！我靠，我的血量快撑不住了，我的血量快撑不住了。这只有猛到，我会死，我觉得我会死。我没有带补血罐，我没有带补血罐。撑住，撑住！干，我不会死啊，我不会死啊！打快点，打快点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林北要跑，林北要跑！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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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完了，完了，要输了，要输了，要输啦！他会不会追来？应该是没有吧。干，我没有带回血的、啊。OK， 我们先把这个做一做哈。啊，先来做个五十个，应该够用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们没有这个打不赢啊！忘记了。来吧，你在哪里？这次林北绝对要打爆你，还在哦，血还没回满，太好了。耶、yeah!！哇，攻击真的很快啊！死吧！耶、yeah! 啊！哦呦哎呦哎呦哎呦！你看他的攻击功力打下去是73万，再跳跳超快的，该补血该补血，不然会死，不然会死。先补啊，也先补先赢啊！哦，后面会不会越来越难打、啊？我这样的感觉很吃力啊！行呢，哦，打赢了！哇，喷那么多东西，哦哦，掉了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就这个精华。我刚稍微看了一下翻译，他说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材料啊，但是相对的，它上面写它是建筑物，可是呢，它却不能放置啊。所以说这到底是拿来干嘛的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总而言之呢，要突破界限，可能还需要收集其他的精华。那精华可能要全部收齐才有可能啊，变成一颗东西吧。现在我们这是山脉领主啊！天啊，山脉领主，山脉领主 ！Oh my god！哇！嘟嘟南方巨兽龙是山脉领主，打不打得赢啊？咬我一下100万啊，这怎么打、啊？补血都来不及了吧？要死我！我血量够不够啊？要适时的补血啊，不然打不赢啊！这个伤害好恐怖哦！
可恶，我们要适时的补血，不然打不赢，太夸张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伤害量不够啊！我会被打假的，我会被打假的。我说真的，我会被打假的。我觉得我会死，没人可以开玩笑，我会死。先跑，先跑，先跑。先跳，用跳的他就咬不到我了，他正在回血啊！我在被追啊！欸、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要再追啦，打不赢啦！哎呀，别给我追啊啦，怕不赢啦！哦，现在点一点血量应该打得赢啊！偷吃布，偷吃布大法！哦，我们只用偷吃布大法，不然太强了。点到50万，我跳！我在跳，偷吃布大法，等一下不见了、欸，啊，过了1800秒，如果还没杀死他，他就会消失是吧？好，我们撑住撑住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先跑再说，先跑再说，我管你这边有什么东西，先回血，好了，回满了，再来互相伤害吧。耶、yeah！ 欸、啊！哎，现在这个姿势，他只用右键跟我打、欸，哎，这样子我就有优势了啊！50几万伤害其实还可以撑吧？去死吧！耶、yeah ！还好还好还好，现在是我占优势。左键咬好像比较快的样子，哎，没有，比较慢哦。右键比较快。哦，我今天应该打得赢，打得赢了。快给我你的精华，快点，精华快出来吧！我快不行了，我快要死了。当然，但是死掉的会先是你，死吧！结束了。噔噔噔噔，就掉了一个包包。嘿，精华，哎呦哎，这个精华难不成要收集全部的精华才有办法拉突破吗？好啦，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到这里为止哈。我们大概还有两只领主没有打，那碍于时间的关系呢，啊，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先做个结束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走开，走开，滚！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非常听话。别闹啦，我在讲结尾啊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啦。啊，我们下一次呢，有机会呢，继续把我们的领主都打完吧，再试试看这个界限突破到底如何召唤呢、啊？好，我们先到这里啊！如果喜欢我影片，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，那个普罗米魔主再见了，拜拜。